电闪雷鸣之刻。 想了想，我毕竟算半个文职，说武也不太合适，那就去掉一个字，叫女神吧，你觉得呢？之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，开始行动。 电闪雷鸣之刻，走吧！雷鸣将至。 我的抉择与你的抉择，二者相遇会诞下怎样的奇迹？我想见证这一刻的到来。仁人之道，避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。 神明手中夺取力量，正是为了将他从神座之上拉下来。而你，神的使者，你能把手探到更高的地方吗？
讲讲古人的。星空の色は汗、杯も乾いた。王よ、なぜこの荒れ果てた国に残るのです？あの外貨を奏でるため、あの真理を手にするためさ。あら、ごきげんよう、来訪者。抱歉、刚才稍稍有些走神了。没关系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。我叫雷电牙医。你好，牙医小姐，我是烛火英杰第四位，名为黄金的伊甸。黄金？没错，这是艾丽为我取的，我猜她指的大概是我所拥有的财富吧。虽说我住过如皇宫般富丽的千窗之宫，品过世上无二的佳酿美馔，但我不会如此评价自己。我不过是舞台上的一介歌者，一抹为观众而闪耀的星光罢了。不管是那无尽的财富，还是这黄金之名，都是他人慷慨赐予我的外物而已。你刚才口中念的那是？落日后的王国，最终幕，一曲我们那个时代的歌剧。那也是你曾经演出过的曲目吗？是啊，那时的舞台是那般璀璨，观众们的欢呼是那般响亮，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。可是在一次崩坏之后，那个时代死去了，如词中那般，星空暗淡，酒盏干涸。我很抱歉。你无需为逝去的时代道歉，牙医小姐，去寻求你所希冀的答案便好。这里的一切早已如过往云烟。但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希望能听一听你们那个时代的歌曲。谢谢你这么说。有机会的话，你或许会听到的。但现在，请继续你的旅途吧。愿你奏出的旋律，如这美酒般百转妙曼。あなたの照らすものを照らし、あなたの手にするものを手にしましょう。世間の求める富と輝きがその身に集う。これが黄金の銘。
之名凝聚了我在战场上磨练出的技巧与感悟，希望这曾经的记忆能对你有所帮助。趁着休息时间，我来给你讲讲古人的学问。把你的身影和太多东西重合在了一起，希望这没有影响到你前进的脚步。小鬼，让老师我来帮你一把。
大的力量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，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代价。对待敌人无需怜悯，那是对自己的残忍，但你必须要认清谁才是真正的敌人。
赋予我。让雷鸣抵挡所有的罪孽。伊甸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嗯，伊甸现在喝醉了，会变得很可爱哟。你看好，伊甸。艾丽，你好啊。伊甸，我的好伊甸，我听菲利斯说，你又送了他一颗很好看的宝石呢。嗯，是那次我在塔克尔的民族剧院为地区议会的议员们演出时，议长送我的那颗吧。我记得那种红宝石中的晶体杂质最少，只有在那片地区才开采得出。我看菲利斯似乎很喜欢，就送给他了。哇，那一定很漂亮吧，我也想见识一下呀。艾丽，你之后可以去菲利斯那里看吗？现在不如给你看看这颗吧。这颗海蓝石虽然杂质较多，但制作者就像要和大自然怄气一样，为了让宝石更加闪亮而发明了这种玫瑰切割法。这是世界上第一批用玫瑰切割法制成的宝石，你喜欢的话就送你好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伊甸，你最好了。没什么的，艾丽，你知道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外物。喏，很可爱吧？他喝醉后就喜欢和你聊这些，顺带送一点礼物。别这样看着我嘛，我之后都会乖乖去还给他的。虽然他一般都不会要就是了。你好，牙医小姐，寻求答案的路途还顺利吗？还好吧。牙医小姐，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都不禁会想起一些往事。你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像，眼神里满是骄傲与自信，还有那种不顾一切的决意。那时的我才刚刚出道没多久，连自己会不会有下一场演出都不知道。真是一段相当久远的回忆啊。我还以为你的演艺生涯会是一帆风顺的。怎么会呢？同行的竞争，前辈的打压，经纪人的背叛，类似的困难
还有很多，可是音乐不会说谎，歌声不会说谎，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也不会说谎。我始终相信，只要不断打磨自身的光芒，那么无论是谁都一定无法对其视而不见。谢谢，我记下了。不用这么严肃了，牙医小姐，我只不过是在向你讲述一些往日的时光而已，看到你愿意听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很乐意成为你的听众，伊甸小姐。谢谢你，牙医小姐，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，也请尽管开口就好。愿你的旅途顺遂无虞。